刀。哎，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听惯也会消失，真的。发言 EX2， 我们在这里有蓝色跟红色封印石可以拿哦，又有不一样咯。那感觉这里也可能拿到试炼之门，复仇不一二血轮。但衣服还是一样啊，就是二就最厉害了。感谢西白的星星，刷，一直刷。好可。死的比较多了。哎，我其实一直没啥用过这个召唤波姆。啊，是我们现在立马直接升一等哦。好神秘的感觉。海哥贵，打爆他！无限爬塔。飞行达成。很硬哦。啊，这个血足以让我们给他 respect。行きます。让看一下你们也不错。消灭。嗯，像我们今天应该肥肥。今のはバッチリね。はい。次もお願いします。哦，有没有李恩？哦，李恩可以满等了。有李恩满等，我们就。よし、掴んだ。要换角色来。やりました。我们也会头很疼。まだいけるか。精進謙遜。紅色、お、ラッキーラッキー。よし、ミッション。还没满，二四九，还差一。成怪都打完了。看一下，奈克斯24000，啊，很快很快。これで前に進めるな。まだ続くみたいね。油断禁物よ。怎么办？你要满等的话怎么办？我们要弄第二个可以像李恩一样一刀秒。想到就头疼。金刚龟。
Come on. 哦。私の番だな。哦，十五，五十。私の番だな。行くぞ。下面有一个免费的。俺の番だな。番。行くわよ。レッコージホームだ。よし。萨里恩，私の番だな。哦，不需要连开路。对啊，杰言呢？连想升等都没办法了。啊、加一百等就可以了。来打哦，蓝色哦，都拿到了。ミッション達成よ。打个两三只就可以了。さ、かかってこい。こう。俺の番だな。再会了大家。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一万二。やりました。ミッション達成だ。みんな、準備はいいか？哎按错啊哇。没事。一次大打不赢怎么办？那你有没有试过第二次？可以。满等啦，716。那我们来看看 ，Next 减李恩等级最高了，毕业。噔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太早让他满了？可是很爽啊。192了，上吧，杰恩是最有可能的啊，那个招式也都调好，封建是另一种玩法。杰恩等级也比较低耶、欸，哎呦，那这右边可不可以李恩？为李恩，哎、欸，没有李恩哦，好扯哦。CP 加最多的好像就是解人的那一个，然后还有分校长的50、哦，这有80，但是消耗6。15
食物。哦，有李恩有，因为李恩的饼只消耗一个啦。嗯，感觉差不多，你们190等就可以了。来，让他们练到200等，毕竟也是我们的超强战力。让一些要冲等的也冲一下，要也是他先。那我们马克邦这样子就得瞧一下了，好吧？我们的放在最下面，这样我们就比较好，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到底装了些什么东东。真霸道啊，主要是真霸道，霸道我们过去把它强化一下。这里吗？カゲロウ工房を展開。哦，是右边。透過交換の処理を開始。呀，每次这个我都。很混乱，强化结晶。嗯，为什么我一直在绕圈圈？那是右边没错。哦，我们顺便先买一下，这样有一些。可以买黑兔、妙杰，不管都买。装备结晶回路，哦，有在下面呐、啊！我想说，哦。你看我都玩的都觉得头昏眼花，那两个霸道才可以变成一个真霸道，但是这太关键了，加50吧，啪。哟、哦，很轻松哎，我们东西很多。真霸道来啦！首先，真霸道拥有。武神啊，都加200，然后再加500、400。250，石属性跟火属性，啊，这有。这光线我们也只有一个啦。200，幻蓝珠我们就可以换一下啦。炎帝黄珠，它是黑曜黄珠哎，我们怎么少了一个？但可能也没有，黑曜黄珠也只有一个啊。红药黄珠跟狮子王，
看看有没有，感觉应该没。这都各一。